主料鸡蛋、面粉、辅料色拉油、盐、细砂糖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蛋黄4个水60克，色拉油60克，盐、面粉90克，没滴粉了，依次搅拌均匀。蛋白4个分次加入细砂糖45克，打致硬性发泡，没加玉米淀粉。家里没有了也放很少的糖，因为要放果酱。分次加入蛋白搅拌，从上往下搅拌，搅拌均匀，放入烤盘，烤箱预热150度，30分钟，抹上苹果酱，取出卷卷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